一天的结束就是另一天的开始。988今晚最耐听，代班 DJ 韦礼安。是的，你收听的是988，我就是今天代班 DJ 韦礼安。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接这个令大家期待已久的 call in 了。那第一通的朋友，喂，你好。喂，韦礼安，你好。喂，你好，阿布卡巴。阿布卡巴卡巴巴。Hello。我想跟你说，昨天我有出席你的音乐会。哦，谢谢你，谢谢。很不错。哦，太棒了，谢谢。可是我点的歌你都没在听哈。我都没在听，因为很抱歉，因为台下大家后来都一直狂吼乱叫，很多时候听不太清楚。所以你想点什么歌？其实想点 You're Beautiful。还有吗？没有，其实还有一个更重要的任务，我要打这通电话给你。是因为有一个朋友是他让我认识到你的。然后他这个月生日，昨天他没有办法出席你的音乐会，所以他还蛮不开心的。好，这位同学，请不要不开心。好。他叫阿乐斯。Alice 吗？阿乐斯。对 ，Alice。好，谢谢你 ，Alice。长得帅帅的，然后不是太高。又有点圆圆的，你这也是不用讲出来吧？那祝这位 Alice， Alex 吗？还是 Alice？ 反正祝大家生日快乐。那还是我现在就唱一首，要生日快乐歌还是 You're Beautiful？ 因为 You're Beautiful 是你想听的，他应该想听生日快乐歌吧？对，而且你又说他这个圆圆的，然后对啊，有点那个。好，那祝他生日快乐 ，Happy Birthday to you。Happy birthday to you. Happy birthday, dear Alice. Alex. Happy birthday to you. 好的，好，谢谢。快乐 ，OK。对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谢谢 Alex。谢谢你。那我们来接第二通的 call in。究竟会有什么其他的这个要求呢？喂，你好。喂，韦利安。嗨，你好，你好。嗨，你好，你好，我是江明啊。昨天我有出席你华辉音乐会，我觉得超棒的，不是不错，是超棒的。谢谢。而且我非常喜欢你的《有人在等我》，而且你最后还是唱了超嗨的，超爽的。谢谢。而且我非常期待你还会再来大马开个人演唱会，我一定会去支持你的。真的谢谢你。昨天真的音乐会这样子下来，觉得马来西亚的朋友真的非常非常的热情，而且是，你还有什么话？先让你讲完好了。没有什么多要求吧，就希望你继续创作完的我们会默默支持你的。好的，谢谢你，谢谢。谢谢你。好，谢谢，拜拜。真的很谢谢这些歌迷朋友。然后对，确实昨天黄昏音乐会有很多第一次的这种经验，像是唱了一首歌叫做有没有，然后呢在副歌的地方就是你有没有爱过我，然后对台下突然大喊，所有的人齐声大喊有，这是我这辈子唱这首歌以来第一次发生这样子的事情，当下还有就是又惊又喜又害怕，然后差一点就弹错吉他了。不过幸好最后是大家说成果还不错，那也真的希望很快可以来马来西亚再开更大的演唱会，然后到时候希望大家也多多支持。那我们今天接下来然后再放一些更好听的歌曲，这首歌很多朋友很喜欢，昨天在点歌的时候也有点这首歌，我的新歌收录在新专辑里面，叫做《心醉心碎》。心醉，心醉。
心碎心碎，怎么有人流眼泪，怎么会如此狼狈，我们心碎心碎，心碎心碎，